屏东县长周春米录制浓于特产年菜影片，找来神秘嘉宾助阵。我的神秘好帮手就是我的老母周妈妈，周妈妈。要行销在地渔获，可不能砸锅。周春米拉母亲上场救援，第一道煮的是凤梨豆酱五仔鱼。豆酱哈，来，甲砍嘞，生冰啊。我想这，想这咸。是哦，好。周妈妈在一旁出声指导，周春米按部就班操作，但偶尔也会质疑。阿姐妈爱喝几啊？这水呢？对吧？这是周妈妈第一次上镜头录制影片，也是母女俩首度合体拍摄。周妈妈显得有些紧张，加上不了解拍摄过程，现场状况不断。我要接钱，妈你来接，替我抢镜头。机会啊！周妈妈，你给。周春米一边要煮菜，一边要顾母亲，还要介绍产品，混乱中脑袋也会宕机。这就是我们今年咱的业者吼，咱要拓销，拓，你看家己干吼。两道年菜，凤梨豆酱五仔鱼和石斑南瓜浓汤，在母女俩合作之下轻松完成，赶紧来试吃。你讲你爱食鱼头哦？我食鱼尾啦。哦，嗯，足香的，足香的呢。嗯，啊，这我有个无吃，有吃啦，较少，较少。你看这简单呢，你问恁早起有巧无？有足巧的。母女俩边斗嘴边品尝着亲手做的年菜，透过侧拍也让人看见小米姐姐难得的另一面。祝贺大家新春快乐，贺文龙中来。民视新闻洪明生屏东报道。